各位，警方在處理田心案的事件當中呢，是引起了社會的關注。我亦都留意到各方面，包括親屬、議員、專業人士就事件提出了不少的意見批評。雖然當事人已經是無條件獲釋，但我們理解到要經過一個刑事調查的程序，當事人和他們的家屬的不愉快經歷並不好受。警方昨晚發表了聲明，對當事人和他的家屬表示抱歉。我相信警方會繼續妥善處理好包括內部檢討的後續工作。多謝各位。